他这边温，那边太热了，热的烫死了，不发的。热的还不行。嗯，倒上点菩萨粉。滚发。滚发呀。鸡翅。嗯。这么埋汰的，嗯，看这里头，看，行，你不能擀太薄了，薄了不行。成了鸡翅了。对，拿点烫就行。擀烫。咱们切下来。把这菠菜弄点儿呗。烫点菠菜的。哎，行，那也行。那也行哈。嗯。拿点菠菜呗。搞的搞坏了。小面包，这么快就熟了，这个薄。我说我那杯烙咋大满意呢？烙的时间长了。啊，嗯。吃一个不？尝尝。尝呗。尝尝呗。真的吃四五个五六个，嗯，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好吃。糖还不烫。嗯。咱俩不和面了吗？嗯。和面烫都不烫。咱们烙这汤饼真挺鲜，挺好吃哈。这些是给我爸葱花的。这几个大个的。鸡翅好了。好了，一会儿盛来。那汤再少点。瞅着挺浓的，一顿才这么点儿哈。嗯。不够吃的都。一顿就缩水了。那大鸡翅子你看多大，嗯，完全是冰哈，做完这么小，嗯，又看到照片了，稀罕了。多大了吧？嗯。辣齁的好吃吗？像有味精。长长黄瓜就切的有点粗，都切了是吧？多切多吃呗。吃饭了。我是大龙，喜欢我的点击关注，我吃饭去了。他不饿，这会儿那时候吃的。刚才喝了点。